大家好，我是爱元神，我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马放货物简单。光碟 2.5 妙趣满堂全攻略合集瑞藻六合，马放货物瑞藻六合 Remake 代言万象。紧急的上个视频，我们也是来做一下我们妙趣满堂堆放货物简单难度。这边也是直接进来，一开始的话是会跟斯哥特进行对话的，我们这边就不去对话了，就直接开始就行。位置就直接放上我们这个大的箱子，一共放三个，每放一个的话记得多转一圈啊。转完之后，然后我们这边也是在这上面放上一个纸堆和三个酒就可以，这边就看我怎么放就行了。放的次数还比较简单的，所以这个位置可能视频稍微的快一点，大家也是自己去注意一下怎么放的就可以。有这上面的话，只有这个可以不放任何东西，因为只需要完成我们左手边的这个要求就行了。这边也是来到这个位置的难度三，第三部分，第三关这个位置。有这边放完之后也是直接开始运送，堆放货物简单难度这三关我们就算完成了，然后也是来到我们的下一关。